大家好，我叫刘哲维。大家好，我是吕明瑶。大家好，我是李少杰。大家好，我是林小涵。在台下的时候，会感觉你某部分是跟台上那个人是在一起的，这样，然后接收了他的东西，然后加一点点在自己的角色身上，然后继续带着那个力量再上去。我在看剧本的时候，其实我也常常会感觉到，在自己的生活上有一些事情是重复的次数是已经到你已经完全不知道你每天就在重复这样的事情。然后我想这些事情或许对于观众来说，应该多少会有一些共鸣。的确，现在的网络上有好多好多新闻是第一时间出现之后，大家一起踏伐的。可是过不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就有另外一个说法又出现了。在剧场里面，我们也想要讨论这件事情，想要知道说，那在这些事件底下，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够全面的？我们到底能够让观众看到多少这个世界的全貌？可是我相信大家都有在转电视的时候，你看着电视机，觉得为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就提出了一些那个疑问，因为那些事情，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永远是过不去的。很多事情都是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是过不去的，